的话，我记得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一个，突然讲的话，他另外一面，就是我记得是上一次他跟我说，他跟工厂里辞工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下你那个故事吗？就是一般的女工，就是为什么会辞工？有很多人到年底啊，或者什么辞工经常会不批，就是你走人吧，反正我这个要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才预约才能够辞到工。哦，对对，但他会不一样。我2011年的时候也在一个电子厂里面做，然后我那时候是我之前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怀孕了嘛，然后后面我检查出怀孕了，然后我不是因为怀孕的原因，没在那里，不是因为怀孕的原因没在那里做，是因为他做的那些他用的那些化学药品伤害我们的身体。而且他也没有防护措施，就直接用我们的手去摸那些洗板水，然后我通过小小草知道嘛，洗板水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很大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做了还没到两个月，他试用期是两个月嘛，然后两个月还差几天的时候，我就去跟他辞工，然后我跟主管说，我说我要辞工，他说你现在已经做满了两个月了，现在是不可以辞工。他说，要辞工的话，要提前一个月。然后我也在小草学到了一些知识，辞工是不需要他批的，只要通知他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寄了一份辞工书给他，他很生气，然后他直接就把我叫去那个办公室里面拍桌子，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是谁不给你辞工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已经跟主管说了，但是主管他不同意我辞工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嘛，我说辞工本来就不需要你批的呀，我说我只要通知你就可以了。后来他说，然后他后来那个也是高层管理嘛，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去嘛，把我们那些拉长啊、主管啊、我的上级领导都叫过去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你问那个主管，我已经跟他说了，但是他说他不批啊。后来他就压低声音了嘛，然后他就说，他就说那个组长了，他说，然后他就后来就把我叫走了。再过了3天，他就可以，他说后来他跟主管说了嘛，然后他说3天以后就给我走人。所以你是你们厂的第一位可以这么短时间拿到钱的是吧？对，后来我跟我那些工友嘛，然后我跟那些工友说，我说辞工是必须要他批的，他说谁说的？我说劳动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啊，辞工只要通知他就可以了。后来那些工友他们后面有辞工的也就去直接找人事部就可以拿到工资。哇，好厉害。但是那你现在，你当时拿到那个钱，你当时心里怎么想？觉得这个好？其实我也觉得蛮鼓足了勇气才去吧。我刚开始其实很害怕的，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我真的很怕他骂我。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用突围奖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除了这个工艺是可以展向外面的人来知道我们这一批女工她有很多故事，另外我觉得像上音这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强权，或者面对一些那些领导，然后那些领导可能大多数是男的，所以你要跟他说反抗，就是说你辞工不需要批准的，我就要告诉你法律上怎么样规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突破他一些常，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些就是女工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觉得他能够站出来，我觉得真的非常牛了。其实好，我们很牛的上音。然后我们还是要请刘老师给他颁这个奖项。